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家姐，家姐啊，听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啊，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。两者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诸众。中尊，听看大经何主，第725页，第一行，至心回向，愿生彼国。英文后面呢？这两句啊，一念净心，诸有善根，至心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头前有讲到一念净心，这句真重要。一念是真心，就是自性。中国古人讲本性啊，儒家讲本性、本善，就是佛法咧讲的一念嘛，一心。六祖慧能大师，开悟时阵甲咱讲。好机诸性，能生万法，真古丢。今仔日科学家，甲宇宙归纳做三个，这三个啊，你办那个好做，宇宙的奥秘。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心理现象，都是念头啊。第三个呢，都是自然现象。你佛法内面称为阿赖耶的三世相，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阿赖耶相分，念头呢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见分转相。那什么叫转？为邪所变，业啊，加一切万化，可以三性变化。最后一个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业相就是一念不觉，理由无明。这是宇宙三个一个秘密啦，奥秘。我阿家
针对伊来做研究，无只伊个穿咯，讲清楚咯，确实甲佛经上讲是共款啊。所以现在科学对大乘佛学袂互个五体投地，咱相信过20年。你应当会把这个念头这问题创清楚。现在你个看科学研究念力，这个报告啊真多，书店内底四季拢买会到念力的秘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念力的生啊万法啦，就是生这个啊物质现象。这是啊，对念头来，这啊绝对啊不是真的啊，所以现在弄清楚了，科学家跟人讲，什么是物质？物质啊是念头，在高频率、普通下面啊产生的幻想，这个幻想都是物质啦。也物质确实。根本都无存在啊！为什么伊频率太紧咯？伊所现的像是整个宇宙、全宇宙啊，普通的频率偌悬呢？悬到咱啊，唔那袂当觉察，连概念都无。将来都无这念头，这你管的频率啦。那咱知影，咱现在所用的电视，电视的画面的频率，一秒钟波动偌侪摆呢？那也都是讲动画，啊，这个画面。他去的这个英公猫来对去立刻都换啊都无咯，对列维宾啊来咯，啊一秒钟，我讲自己是偌侪维宾呢，一摆，我相信你下较大一点的人。也会记得记起，我这年前，我被电视无彩色的，啊，我被电视就要进入偌侪摆呢？50摆。现在彩色的是100摆，那100摆性别，咱就无办法，看你是假呀。啊，咱现实的环境，这物质现象，按所见、你所听，有关所接触到这现象，物质现象啊，就要走偌侪摆的频率呢？弥勒菩萨甲咱讲啊，是2240条。单位啊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是条。一秒钟2240条。虽然丝毫的概念都拢无，唔知是假，太假了。所以把这经常佛跟人讲，一切法都是啊，一切物质现象啊，心理现象啊，自然现象啊，全拢包了。啊，有科学无发现呢？也包括在其中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有佛的人对于这个经来对话爱相信啊，
唔通怀疑啊，为什么伊是真的啊？早暗会互科学家来看破。天下用得了意识，就是啊，用思维，用想象。大圣经常好讲的，陆军啊，这个义军的能力上介大，也攀岩，对外面的去攀岩着虚空法界，对以来也去攀岩着阿赖耶的三世相。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今天用这个行家的成就，我们相信不知经常的这句话，千真万确，不是机会啊，只是我们买了，买在这里面，无生活过来，把假也当作真呢。让咱做梦，梦中的境界，精神了后一场梦啊！这个梦未搁再看到了，永远都未看到，你未搁做第二摆。吉祥啊！所以啊，令大师看到了。无想的自性都是啊，真心人生万法全宇宙，整个宇宙的佛法来讲，变化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把这经讲的这款代志，假啊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清净心呢？真心，真心所生的相，这是不妥。为什么那是啊？诸行变的啊？那是漫画。诸行是真心，一真一切真。所以真是按怎讲呢？伊啊，无生灭，伊不是生灭法，不生不灭。你较听无啊？啊，不生不灭，这个生甲灭为做一个等号。啊，所以你会当讲伊不生，你嘛会当讲伊不灭。伊甲阿赖耶三世相啊，这是啊无共款啊。阿赖耶有生灭。妄心啊，妄心无生灭，真心无生灭。真心内面啊，故作万德万灵。啊，灵大师的这个第三句的报告呢，伊讲啊，何其自性本自故作啊，本来故作，故作什么呢？啊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啊上好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故作全宇宙，有缘伊就会现，无缘伊就未现。现未当啊，讲伊有；无现也未当讲伊无。这是啊。自性，咱现在用心，当然是未当离开真心咯。离开真心，什么都拢无了。但是呢，伊是对真心来对，起一个妄心。那妄心怎起来呢？你念不觉啊，不觉就是迷啊。换一句讲。真心是觉离不迷，阿赖耶是啊迷离不觉。啊，咱今仔日本觉甲不觉，伊是啊混杂啊做伙咧。所以啊，相
是自性现的啊，真心现的。但是咱啊，今仔日这个相是经过啊妄心来转变咯，变作虚妄的啊。伊本来是不生不灭，现在啊变作完全是生灭法。这叫做十法界啊，这叫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甲十法界拢嘛是色变的啊，为色所变，都是阿赖耶咯。这个八十五这心所变现出来，是一款代志啊。啊，所以拢嘛是假，无像是真的。所以好家人放下，为什么假呀？无放下，搁种爱真呢？你不能见性啊！慧能大师为什么会见呢？无把行假呀放下咯，真呢就会现前咯，都是这款代志。那哪会当个假呀放下？真的马上也现前咯，真的现前就叫做成佛咯。啊，凡夫加佛啊，就是啊，一念之间，有念这个念头生灭的，生灭念头叫做凡夫，无念了就成佛咯。无念心，这个生灭的念头无咯，无咯就是真心。真心不生不灭，无生灭。慧能大师啊，所看到你嘛，看到了，你看到你就成佛了。关键就伫这地啊！佛教咱什么呢？佛就是来帮助咱回归自性啊，也都是帮助咱回到佛的这个地位，本来是佛啦。啊，大乘教来讲啊，真好。华严经常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也无错啊。就是你有一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安怎来呢？无理由，嘛无时间，叫做啊妄嘛。哪讲有时间，迄就是真的咯，无时间。啊，念到这个就未精神咯、哦。经过偌久的时间呢？无量劫啊！无量劫当中啊，拢嘛伫这个十法界，伫六道轮回咧，四苦林，无出去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伫这地咧。机关内面，也唔落应用咧，一心故十法界。这句话真重要，一心是真心，真心故叫十法界。啊，如果哪有言？都现十法界，无言都未现呐。啊，极乐世界跟咱这地也是同款的呀。明心见性的大菩萨，伊那住十宝土，无十法界。无六道轮回，但是极乐世界嘛有方便土啊，嘛有东极土啊。东极土内面是六道凡夫去往生的，方便土啊是修行阿罗汉去往生的，阿罗汉无离开十法界啊。
十方诸佛刹土，大概拢嘛是即款呢。唯有叫做世界特殊啊。伊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，但是伊啊，全拢嘛是不生不灭的。连那凡行动基础嘛，看未到生灭。人无良寿，花草树木相称，也就是讲啊，人无生老病死。就把花草无啊生诸异灭，世界无生诸坏空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所在啊！是阿弥陀佛啦，伊的无量智慧。伊无量的慈悲，建立这款的一个道场，来帮助有缘的这呀动修，一生圆满啊，证到无上菩提。这个法门是难信。以行即法，真难信啦、啊！为什么真难信？希望世界无的啊！每一个修行人，每一个成就的人，经历希望世界，伊真啊清楚，叫做世界无这款现象啊！往生的条件是真简单，只有两个条件：信。完，这什么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，无丝毫怀疑，真正相信，完全接受，这是第一条件。第二条件呢，愿意往生啊，到极乐世界。最后的大师的要解只讲四字，往生条件：信、愿、持名。是，你哪做够？你这一生决定得行，这叫做什么呢？有缘的众生啊，对于老怀疑，不管你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都是无缘。无缘，你就真恶去啊，拄着。拄着伊嘛唔相信，啊有缘的人拄着了，来坚定信愿，绝对也唔通动摇，一生都会去成佛啦。啊有缘的人那像是真多啊，现在修净土人未少。但是往生的人无罪啊，这是原因，未当讲伊唔信，心内对疑无断去啊，这是一个原因，伊未当往生。第二个呢，伊的业障，伊也对这个世界也有留恋，未当完全放下。念佛嘛，未当往生，未出这两个原因，其他拢无咯，就是这两个原因。啊，咱就知影咯，甲弥陀有缘的人，无怀疑，无夹杂，功夫无间断，这就是甲阿弥陀佛的缘，这个条件。完全枯竭啊！所以头前咧讲伊念精神啊，现在啊，甲咱讲啊，这个是自心回向，完成彼国咯。这个自心就是真心，真心到极处，
这是原生啊。你看，心、愿、行、有着落，了有惊啦，有着落。啊，咱来看下面念落的注解：至心，即观经中之至诚心。这个经本来对加难的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爱发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梵做中国的意思是觉悟，觉离不迷啊，这是菩提。那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来讲呢，都是在汉内面讲的啊，正义啊，正心啊，所以孔子、明子、老子、庄子乃至尧舜禹通。我的感觉当中，伊拢嘛是诸佛再来的，发心菩萨再来，伊讲的话甲佛讲共款啊，是佛迄个顶级的啊，是迄个阶层的啊，伊才讲会出来，这叫做菩提心。啊，观经内底讲的菩提心呢？讲三个：自性心、亲心、回向发愿心。自性心是菩提心的体，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真心。慧能大师讲的自性，何其自性的自性，真性，真性到极处了，通了。啊，四帖疏是玄奘大师所作的，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四帖疏。伊这内面甲咱讲的，自性、自家、真、行家、失、失的老实啦。这也是到极处，真诚到极处，这就是菩提心嘛。哦，圣贤之道，你是不是圣贤？圣贤，这是头一个条件。你若是有自性心、真性心来学儒，你会变作啊圣人；学佛，你就会成佛；学道，你就会成神仙。那如果若是讲无真性心，你啊学一世人。只是啊，有一点皮毛的知识，你是无入去啊，无深度，袂当入去，所以啊，性学难啊。佮较好的老师对你拢无办法，你毋是这根性啊。孔夫子的学生嘛是三六九等啊，三千人呢。你有成就的，亲像一个君子，就是讲摕到学位嘛是，这只有72个人，72贤，
其他拢嘛无摕着学位诶。嘛算是孔子学生，听见伊讲课啊，道理咱都要知影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弟子嘛未少啊，我相信大概嘛有三千个人，经常所讲一千啊255人，迄是摕着学位诶。要有真多，毋是讲相思将的，伫富贵工的啊，几个月啊，几年啊，这也无算相思将。相思将是第一世人无离开，伫富了后一直到富79岁啊，一个计生替老师啊上将，这三千人。随性学得爱啊，自行。学科学都无需要了，学科学会用呢。学圣贤教育啊，也是未用呢。就是讲学东方的物件未用，东方的物件是智慧啊，智慧不是外口来，是自性本具的，必须得爱见性，智慧在现前。甲科学知识是无同啊，知识无开悟嘛个啊，得到知识啊，会成就知识袂当啊，成就智慧，智慧会解决问题，无何为证，而且是啊非常圆满。知识是袂用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有何为证？你看现在科学发达，才不过400多年，较无500年，病变就出来了。咱是得到一点科学方便，但是啊，付出的代价太深了，太重了。科学会当互全世界人心未安，带着恐惧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前无的，以前天下太平，不管什么身份，贫富贵贱，心安理得。啊，所以啊，有美好一生，幸福，幸福美满，尤其是读书人。读书人贫贱，伊未欣羡这富贵，嘛未刻意啊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，你是不是定的？大家真正舒服、真快乐，这是啊智慧。中国教育教成功，外国未用。外国完全啊，伊迄落地对倒位来呢？落嘛是对外口来，内心无喜悦啦，无好话讲的，遮尼欢喜啊。咱啊详细甲观察，全部拢看到咯。那书贴所顶面讲。知者真，行者实，欲明一切众生，心靠意业，所修皆行。头前这个啊，心靠意业是众生造业，以前所做的，所修的皆行是讲伊修学的程度，伊的理解，伊的功夫到多一个阶层。你看，必须的，真实心中作，这句话重要啊，好啊，必须肯定到极处咯，无丝毫怀疑，爱对啊，真实的心中作，咱就记得这句话。
甲所学所学历实习之，所学就是啊，真实心中得来啊。得来了后，爱落实，伫这个啊生活，落实伫这个啊工作啊，落实伫个这个啊诸事待人接物啦。辅助回下，表示了一个人都、就是安徽。安徽物质生活在当下当中是上界贫穷的一个，但是飘音连水连杯啊都无，吃饭连饭碗都无，用碟啊偏做一个碟人啊做饭碗。用葫芦瓢啉水啊，唔过辅助学生的内底上快乐的就是安徽啊。啊，伊上到即款的程度，迄快乐对倒来呢？开悟咯啊，明白咯，真正快乐啊！伊也是真实的心中作。物质生活无所谓啊，物质生活一直给大概跟释迦牟尼佛的中意识突破差不多。咱对安徽身上体会到释迦佛之乐啊，得到释迦牟尼佛这顶 BQ， 1255人，因啦拢嘛是啊，立中一识就下一上。有真乐，这真乐，咱啊凡夫是常常未丢的啊，啊，无办法想象。一般人苦到结束咯，你有乐哦？你该讲有乐，伊唔相信。现在人真正唔相信，咱会当去体会一挂。但是啊，无享受着啊！啊，真正享受，也是无量智慧现前，你们的宇宙法界啊，啊，众生万物啦、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伊拢嘛明白，拢通达明了啊！啊，生活为什么未改善呢？我这已经真乐要改什么？无需要阁改咯。你真乐啊！读圣贤之乐啊！啊，食真少，而且无伫遐咧讲究个，伊是拢嘛随缘。我伫咧初学佛的时阵，我伫李老师十年，李老师有这个乐，啊，你甲伊做伙啊，细心甲观察，伊一天食一顿，都是中昼食一顿，而且食甲真少，山东人爱食面。两条馒头，一点啊大呢，两条小馒头，伊都够咯。我拼命甲伊学，也是未用的。我都要食三个馒头才会食饱，伊两个都有够咯。所以迄时阵老大人啊，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台币啊。60块的台币下偌济钱呢？下现在美金来讲，1块外元尔，甲不2块。迄时阵甲美金来兑换，大概是1:34，就是讲啊，1块美金34块的台币，
伊一天只要两块啊，两块啊都够了，一个月黑息，无多啊，六十块尔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美金是一块外，较无两块，一个月生活费。我甲伊学诶时阵，我一个月爱食，都要九十块，比加三十块，迄都无办法咯，你袂钓伊啊，伊诶功夫比我较厉害。我甲伊学八个月咧，我有体会到一点仔心得啊，向老师报告。我甲老师报告，我讲咱这体力的消耗、饮食啊，是能量的补充。咱的能量消耗去倒位呢？我感觉是妄念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有妄多，消耗在这方面。那讲咱会当把这消耗尽量减少，无浪费这消耗呢，一顿决定有够。老师同意我的想法，用对啊。我甲老师讲，我讲我已经食八个月了，伊讲身体安怎，真正常啊。老师笃定就答，一定落去。为什么一生唔免去求人啊？我一点啊都够咯，真满足。人家无求有品自高。我伫台中过着这款生活五年，以后出来钢筋都无办法咯。钢筋，那听别人诶。别人讲你安尼挖咧，阮唔敢跟你接触。惊将来万一你身体若无好，阮袂当担当啊。叫我都要食三顿，我嘛是啊不得已啊。来兴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我都甲我食这一顿变作啊三顿咯，分量嘛是同款多。分做三拜来吃，而就那像你讲三顿，我一顿吃一个小馒头，一天也是三粒啊。就趣味啊！所以你那无落实啊，这个发喜，你哪会讲去得着呢？啊，修布施，这张家大师啊，教我的啊，那老人啊，有德行，有功夫，所以讲，伊一看到知影讲你的名，啊，我名来对是无在乎。贫穷啊！但是我伫佛法内底学着，贫穷你自尽快乐。但是咧，老师甲我讲，方法离心啊，离袂开一个金钱啊，袂当无的啊！啊，接引众生，第一个就是布施。财布施啊，你财会当唔免用别人买啊，所以你未开这个财，命来对无变怎，现在收啊。我命来对无财，听老师教诲了后，这财也通收，收财布施。迄时阵我嘛是伫这个
军中咧服务，待遇真少啊，无啥钱啊。老师问我讲，一角银有无？一角银有啊，无问题。一箍银有无？一箍银嘛也会用哩。老师咧讲，你着对一角一箍开始来学啊，布施。特别修咧，迄时阵去寺庙，学佛法有当时爱去寺庙，到寺庙创啥？去找经主啊。寺庙总经袂当照出来，咱就去抄啊。有闲就去寺庙去抄经。啊，寺庙若有印经，印经有一款技术真正热心，你印一簿纸，摕些单来，大家来无关啊。一角啊，一箍拢收，无拘偌济，拢嘛收。阮就对遮开始来布施啊。以后过来参加奉行啊，所以对于印经奉行开始学布施，果然无错。布施到半年啊，就收得增加咯。啊，阮布施就多咯，还就加一点啊，有偌多就施偌多，愈施愈多。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发布施是啊，中啊聪明智慧，每布施得到健康长寿，你看财布施得到财富，这三物件拢也是人生未当缺少，咱就做这三种。啊，老师交代我是逐天爱做，为什么？明仔对无啊，机器成就无收。命大都有在乎，无在乎，那怪别人。人有在乎，继续修咯。咱继续欠款无修，大概继续只修一点仔发布施。所以啊，一个头壳比别人较灵活，记持嘛有较好啊，学物件嘛快速。这就是整时啊，有发布施，无财布施，无无为布施。啊，寿命只有45岁，看啊，真明白，真正清楚啊！阮家谱有记载，我阿公45岁就过身，我只阿伯，阮老爸大兄，就是因两个兄弟俩，大兄大伊12岁。嘛是45岁过身，在空前期间当中，啊，阮老爸40岁过身，所以啊，我想讲应该是社会团的啊。我的寿命，真侪人甲我算拢嘛未超过45岁，我嘛甲伊定在45岁，所以啊，45岁迄年。有着一张病，我先就破病啊，病无我的病历啊，我想寿命到了啊，我嘛是无去找医生，嘛无食药啊，伫厝内念佛求往生，念一个月病好咯，恢复咯。我休过2礼拜，我开始讲经。迄年我来讲经已经啊是12年了。我是33岁出家，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。这些以后，有一个密宗的上师甲我讲的，这10几年啊，你讲经教学啊，累积个功德。命该过来咯，伊讲你寿命真长个啊，你福报真大咯。
那寿命延长咯，到今年延长一倍咯，45岁搁加45，也过会钢筋教学，我袂放松呀，我一天讲一天。李老师一生钢筋，搞到七岁计生。伊计生啊，前半个月，最后一摆钢筋，所以啊，这个命运是对着念头转的，对着你的心转，连寿命都会当延长，要有什么做未到呢？啊，最重要就是啊，必须珍惜心中作，就这句话，你比心较重要。这是真学分啊，唔能用妄心。妄心是什么？有妄想，妄想内底最严重的是欲望。那在修明是谁？我欲，这五种欲望唔通有啊！那要有一个讲法，七情五欲，世间人最难都是亲情啊。古早时阵，亲情真正浓厚；现在的亲情真正淡薄啊。古早时阵，唔捌听讲是后生抬父母，唔捌听讲过啊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后生赛父母也唔是新闻咯。什么原因？传统教育，人人都有根，伊对几千年的祖宗都未袂记哩。当年至少也阁受两摆的罪诅啊，之名当罪。连几千年的老祖宗都未记哩，你哪会讲不好呢？啊，所以不好父母的人，在社会上无地位啊，人看不起伊啊。无管你跟你做伙，你走他无路，不好也都要结一个好的关系啦。啊，真正是孝子，家境清寒，会有人帮助你。这囡仔孝顺，孝顺的后生将来一定会有出头的啊！为什么贵人多啊，拢嘛愿意帮助伊啊？孝子一定诚实啊，一定老实，一定听话。这款人，啥人都嘛介意用伊啊！所以海贤老的成为一生的成就，甲咱表演的也特长，老实听话，认真咧做，甲所有的物件拢总落实到生活。老师教伊一句什么，什么嘛无教伊。剃头了后，只教伊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都是即句。甲伊讲，一直念落去，伊念了92年，无丢失啊，无换对目啊，老师听话。
啊，即句好好念，到什么功夫？咱细心去甲观察，你看伊个功德，看伊啊，周边个人给伊写个这个报告，然后编出一本书《应书集》。永远怀念这个老人，到时阵112岁，那20岁出家，所以这个好好一念92年，跟人做朋友啊，念我什么听多，哇，体会一丢，一念到第一天第一我。明心见性，伊都有这个世出世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出界他方，全拢明了。啊，早年啊，老师甲剃度的时阵啊，也阁有一句话啊，甲伊啊一句佛号，一直甲念落去。明白咯，就唔通啊乱讲，唔通讲。然后一句话啊，以先修条诶，大天大我一切明了，安怎未讲？为什未讲？环境无同啊！你若是讲人讲你唔捌字，啊无读书，你胡编乱讲，你咧做谣言。哎妈你呀、啊！无人会恭敬你，无人背奉你，会有人来糟蹋你呀、啊！甚至也过有人害你呀、啊！所以啊，医生会记你无讲。有当时啊，伊身边定做伙的人，因一点啊小神通。真像伊个弟子，因咧上京，边后人咧兄弟，兄弟演咧抢人，演真高啊！甲伊讲师傅啊，阮伫遮上京即个所在演抢人，抢啊真厉害，阮上京拢上袂好势。伊听着了后，伫咧涂骹。捡到一个塑胶袋啊，等伫涂骹的塑胶袋啊，摕到这塑胶袋做开线，一边的烟，也记迄个烟雾甲伊一，一边去一边去，迄烟过来就弯咯，啊，就迄边去咯。这是因记载落来，这老和尚有神通，这毋是假啊，有微薄先知啊。有几落摆诶，即款情形啊！啊，对野生诶动物，你看伊救迄只龙啊，龙母生只小龙啊，啊生未出来，难产。老龙伫即落里咧等伊。等你来了后，伊用嘴夹着伊个裤卡，甲伊带去这龙兽的内底，一个看伊明白咯。伊话就快快念阿弥陀佛，念十几分钟，这只龙精神，生五只小龙，这大龙个下腰啊，那就是真感谢。那离开了后，第二天回来嘛，是对这条路要回去的。在路里啊，这只龙又甲冻掉的啊，冻掉的伊就知影咯，知这只龙是好意啊，啊，唔是歹意啊，佮有甚物代志咯？伊啊，伫边啊，这个草堆内底夹着这个一个野的蜜蜂啊，
采些蜜蜂来送伊啊，你明白咯？找这些蜜蜂回去，啊，伫路里拄一个人，人讲你安怎？伊讲龙啊，啊，你看龙都知影人不稳，昨昏我有甲帮忙，伊今仔送你送我。所以确实，伊个只野生的动物会当沟通啊。要有一条大蛇，是细汉时阵伊救的啊。要大马咯，常常来寺庙来看老和尚，一年总会来两三摆。伊也有一个技术，看到惊到咯，老和尚该好啊教训一下，你唔通去吓惊别人。伊也真听话，以后若来，伊就攀伫这厝顶的牛顶面袂落来。老和尚离开这寺庙了，伊就走去了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啦。然后叶大师甲咱讲，伊啊要盖来对所讲，然后这个主盖来对应用于真多。然后叶大师伊讲，即句很好，释迦牟尼佛49年啊所说的一切经，那是释迦所说，是十方世界一。这诸佛菩萨所讲的经，这个经教，拢在这句佛号的当中。你个达纲念拢全念着咯。别人学是怪异老慢呐、啊，你啊，这是大圆满呐、啊，啊，称赞呐，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1700条公案，是禅宗成就的。在中国历史上修禅成就的，1700多人啊！有啊，端机留落来，三祖正戒修戒律的，修禅的有教的。有密咧，拢总未离开这个好好，这个好拢包咯。所以难行啊，万万功德啊，都是一句大道至简啊，哪有遐多麻烦？这个好好，果然像老和尚这种的念法，一天到晚未间断。因为没爱书啊，然后黑熊工作是种地啊，开垦种地，为风来念佛，所以啊念佛未间断，这种的功夫一般累积到3年。对念到功夫成片，龙清端来对记载，净土圣贤录来对所记载，总有一半以上，念佛3年，伊就往生咯。所以早年，这个应该拢是。50多年前咯，我也伫台湾伫咧讲经，钓王法师，这人也无伫个咯，伊也都系鬼人。我伫台北讲经，因为伊到拢来听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伊捌问我，伊讲是毋是这个人，念佛3年寿命。
伊就到了。我讲按你讲法不下如此吧，讲未通，哪有遐拄好？有几个可能？讲是遐尼侪人拢是，那你想要搞了，这个无人相信啊！啊，伊是安怎往生呢？甲宋朝印科法师同款，看到阿弥陀佛了，这个掠条的都唔放咯，机会太难得咯，阿弥陀跟你见面咯，就向阿弥陀恳求。哇，要寿命不爱滴，我现在就对你来去啊！阿弥陀佛慈悲啊，一定会答应你啊，就会传你去咯。啊，不是寿命到咯，啊，你才讲会通。换一句话讲，三年到五年，念到啊，功夫成片是做会到的啊。一句佛号一直念落去。什么嘛无想，什么嘛无可能心内。三年功夫成片，就会感动阿弥陀佛啦，来给你送信。跟你讲啊，你寿命也够偌久，要偌长，到临终的时阵佛来接引，互你较好定心安心咯。叫做世界已经挂号了，已经报名注册。有你的积分咯，你的信心会更加坚定，未怀疑。也有一群人，要寿命，也阁无想要走，为什么呢？因讲听讲，这个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会较紧。进步较紧啦，为什么？即地即个障碍真多啊，拢会通过，无容易。叫做世界是一帆风顺，什么障碍都无。所以啊，伊迄地成就比较慢，有经商嘛，有即款讲法。啊，咱这世界修行一天，定有伫咧叫做世界修行一百年啊。最好修行啊，真肯做灵念，这个说的修什么？修灵力、波罗蜜啦，什么拢会当念，什么拢会当修，有这种的这个胆识，有这种的这个决心，就会用力啊，确实是紧。到叫做世界反省动机土容易啊，人人有分。十步土较困难，十步土是理心代替大我。你这个修教代替大我啊，是大概都爱啊啊无量劫啊，一生都无可能啊。像慧能大师迄款的人，唔知都要修偌济生偌济劫，这一生功德圆满咯。成就咯，唔是讲是一世、两世、十世、八世，唔是啊！啊，所以明白这款的人，伊就也阁有寿命，伊安尼即个修，希望伫即个加工用心，历经上游，到叫世界品味的提升，啊，有这款的人啊！另外一种人，迄就是海贤老和尚这款的人，伊嘛是想要较早往生。第一看到阿弥陀佛，伊也看到极乐世界。我的想象当中，顶顶超过十拜。啊，当今回愿大师，这是咱净土宗开山初祖。一生念佛，看过四拜的极乐世界。啊，伊伫八十出头就会当走了。
这老和尚念佛啊，92年啦，112岁往生。我相信伊啊，看到极乐世界，看到阿弥陀佛，唔止10拜啦，真惜啊！真侪拜拢嘛，甲阿弥陀佛要求才往生。佛甲伊讲，你修甲真好，几大几年啊？甲念佛人做一个榜样啊，甲学佛人做一个好模样啊，叫伊表法，又念无敌的啊。所以啊，虽然念到你一心啊不乱，你心不乱会当自由往生咯。伊想什么时阵去，什么时阵会当去啊？伊也是遵守阿弥陀佛的这个教诲，伫这个世界多。有缘的人，啊，咱呢？伊虽然无讲，咱会当又会丢。阿弥陀佛啦、啊，一定是甲伊讲啊。什么时阵你若看到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六要合法行》，唯有精湛经。看到这本书，你表法就圆满咯。阿弥陀佛就来接往生。这不容易啊，为什么老和尚都唔捌字啊？无读过书，啥人要送书给伊？那无可能的嘛。2013年一届，就有一个技师真正炸一本书来，来山顶来看老和尚。然后现在看我，伊摕到一本书，就问伊讲：“你这是什么书？”伊讲：“这个书啊，叫做《六要化兴唯有精湛经》。”伊就听了这个名，欢喜个不得了。那就打工在咧等，等这个宝贝，这宝贝现前咯，马上就去穿袍大衣啊，摕到这本书，要求人家呀翕相啊。就是这张相片，三天了他就走了。所以我相信上主啊，这个不捌字啊，无读过书，一生拢无念过经，也无听过讲的，哪有可能有人送伊这个给伊呢？哎呀，真正等到了，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安排啊。叫伊都表法圆满，那表什么法呢？最重要的啊，就是啊，教咱讲，叫做世界真正有阿弥陀，真正有啊！伊啊，看过啊，10拜以上，无丝毫怀疑啊。信观其名，往生净土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假。这是对整个佛法，我们提出来讲的呀。啊，第二个，那就专门为咱现在所讲的这部经。阿连基老基说回一本，真侪人批评，真侪人怀疑，真侪人反对，创了10几年呀、啊。欧阳将起，和真侪学这个法门的人贴心了。听因这言论，无必搁再学，真难得啦、啊。但来上有一位法师。引经据典，提到真正侪证据来证明阿莲陀的回一本无错啊！而且这个回一本是真经，当你达古拢嘛是原译本的文字，无改动一字。阿莲陀佛学遮侪年。
知影，这个意思呢，唔呐，讲是咱中国古今大地肯定。当年来到中国啊，来参加翻译的这印度法师，大家拢承认，翻出来意思无错，是佛佛是安尼讲的，无错哦。而且用中国的文言文来翻译，比梵文好啊。梵文是拼音字母拼的，拼音文字是标音的。凡是这种文字，大概是两三百年，后面的人都未认字了。啊，未安怎呢？用中文来翻上介好。中文啊，这个汉字文言文，伊啊是标意，伊唔是。标音咩？伊互你看这个字，就知影讲伊个意思。我讲个拼音文字，这看未出来，这管太侪了。凡是要传到千年万世的，拢嘛都爱用中国个文言文来书写。所以，这个就是个大乘经教拢总翻作中文，永远都未去互重视。千年万世了后，有文言文的人，只要是世世代代无中断，拢看有啊，拢会当他想，这利益太大了。所以啊，翻作中文了后，梵文经典一本拢嘛无敢留落来，你现在要找一本都拢无了，为什么啊？无这个必要啊？就处理代志啦，无这必要。老些物件是会抓咯，嘛无人看有。你看这个用心啊，是偌鲜的啊，偌好。所以咱今仔知影，全世界每一个族群、每一个国家，拢要有圣人、古圣先贤，因留落的物件，一定要用中国的文字来加记载啊。作为载体，才会当传到后世。无用中国汉字啊，这个文言文呢是无办法传到后世。两三百年了后，就无人啊看有咯。所以中国文字，咱伫历史上看到。啊，上周的形势，太平形势是文化统一啦。文化来最最重要的是文理统一，政治上啊无统一，军事嘛无统一。到建国时阵是用武力来统一的呀，最后秦始皇来结束中国的啊，这是啊政治上的这个啊大一统。以前夏商周不是，夏商周书东文呐、啊，就是讲言语未了解未要紧，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语言文理统一。文言啊，统一咯，语言无统一，无统一，文言统一咯，文化统一咯。每一人写的文字啊，拢嘛是用啊文言文，所以文言文啊，大家拢通用。啊，邓文斌博士啊，这个是英国人。伊就是讲，中国人伫这个21世纪统一全世界，是啊，文化，文化内面啊，实在讲，就是文理啊。中国的文言文会当去统一全世界，好啊，好伫倒位，这个、世界上永远都未过发生
国家国之间的战争，就会当化解了。每一个族群呢，都买当有能力，同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啊、理念，对呀、啊，做人的方法，治家、治国、治天下，大家拢会当接受这个教育的。东方文化统一了全世界，全世界的人拢会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拢会家家和睦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族群、人民领导拢会和睦，社会稳定啊，国家富强。天下啊太平，国家国之间啊都未过发生战争，这是会当来实现的。只要咱来努力，也咱这个最珍贵的。贵不存在的，就是四库全书啊。乾隆皇帝做了大功德，把这些啊图书做一摆大规模的整理。上盖好的、上优秀的算出来入库，也有啊无入库的，无入库的嘛未少啊。但是这是一个标准，符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，这个标准啊，书无瑕。这电接来对罗马西啊，因现在未来讲都是正能量，负能量的是未当入库啊。中国人确实是了不起啊，所以外国人背后啊五体投地，要向中国来学习吧。那现在咱看到啊，拄只这启动开始，专门向中国学习英国。英国啊，现在这教育呢啊。对幼稚园、小学啊、中学、大学，中国的中文啊，列入必修课程，这真了不起啊！你这节带头，我相信，三五年整个欧洲拢会学中文。估计几年啊，全世界拢买学啊，好大事啊！啥人拢嘛，不管你战争，我相信这世界上无一人会感觉到这现在社会动乱、地球的灾变，和人心不安啊。无安全感，那个回归到中国传统教育，整个世界就改变了，竞争啊都无咯。中国人讲牛，无讲精，精决定，那不是人做的啊，爱讲牛，力量。天量、力量、牛到底啊！力量的人就未吃亏，做出这款榜样，给大家来看，大家看到看明白了，未慌啊，未去冲突，
无对立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，这是佛陀文化。无对立，无战争。这啊，一定爱发扬光大。啊，现在西方的人对中国啊，慢慢都会有信心咯。这两年来，习主席在国际上访问，真正做的言论，我看到伊的所作所为，哇，个人对伊嘛有信心咯，好事啊！啊，咱伫咧推广文言文的这个教学，爱对啊幼婴啊，来啊教起。这有根，这有本，这有公代，咱这代现在开始来学，拢是二十三十以上，拢是半路出家，无基础啊。咱个希望灌注第一代，咱认真努力来学，补习，真正希望都是下面一代。希望因个啊，关心治国，啊，咱要安怎？爱办私塾啊，爱办小朋友，办这个幼稚园的啊，办小学非常重要。然后再来中学、大学，安尼个接落去，一条龙学校，对于儿童啊，就爱。特别的照顾，啊，加幼稚园这些老师呢，加小学二年级的这些老师，一年级的老师，教育的成功失败关键的一点，这些老师，我的要求呢，那是女性。不结婚，我以专心教小朋友，小朋友就是家己的儿女咯。哎呀，做出上好的榜样，可以看，给伊教出来。对幼稚园两三年，这个学到小学二年级。啊，小学三年级都会当学中国传统的思想来对应的教材，咱啊唔免去编教材，咱要安怎编拢编袂过古人，古人会编三字经啊，会编百家姓，会编千字文。这呀、啊，教材永远是可靠的啊！在中国教几千年了，教几百年都无出代志，好教材啊！啊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开始来读经，这些教材拢读完了，会当读经了，读四书五经。啊，十五岁以上，对，当啊专攻一门，伊所爱好、介意的，伫授课内底选一项专攻，偌久十年，实在寒窗啊，一句成名啊。比如学易经，易经啊。读十年，学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甲《尚书》读十年，十年了后，伊啊，都是世界
一流的专家了。咱来相信这句话啊，无师自通。像看麦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，啥人教？无老师啊，啊！临时的老师教呀，为什么开悟咯？自性了这个老出来，啊，如子、种子、孔子、明子，佮顶面的就是尧舜禹通、文武周公，都嘛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无人教，无人教，为什么会用呢？这题有一句话：必须真实心中做。你来当个一句话做到，你就会亲像因同款的啊！唔通有虚伪附加啊！四书代表儒家，有。完满的这个理论，阿妙的方法，甲大乘佛法来对同款。大乘佛法代表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华严经有完满的理论，有显卡方法，还有表演。五十三参，哎，就是啊，男女小各行各业拢无同，来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道理来落实修行，拢会成佛啦。无障碍，事实都这个意思咯。住西边呢，我相信诸佛祖读过这《华严经》。大概伫《华严经》得到这个启示，马蒂亚儒家编一套。你看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辅助啊落实咯。啊，辅助落实是伫平民，伊无啊做个官。因为无治敌国平天下，伊都无啊！伊做官去做老师课，老师课就现在一个城市内底警察局长，伊就做个这个呢。你看，但是啊，伊向伊请教的这诸侯未少啊。周游列国的时阵，真侪这诸侯向伊请教。问帝国啊，平天下方法啊，道理伊啊讲啊真清楚。明夫子嘛是安尼，明夫子是显灵菩萨啦、啊，咱会当个正法心菩萨，孔子是佛啦、啊。啊，七十二贤是君子，像我是阿罗汉。菩萨是大悟，或是大彻大悟，拢种拢是必须真实心中做出来的，无别项。啊，咱今仔培训，培训一批老师，希望因都是对啊真实的心中做，因为这个三年五年。根基拍实在咯，结果用十年，因会当达到阿罗汉、菩萨、佛这个层次，会当达到，然后大家都会相信。所以东方教学的这个理念、教学的方法，甲西方的人无同。这是威尼斯大学的校长，我甲伊讲，这伊完全接受。采用咱的方法来做实验，那咱这实验定的就是
这五年到十年，因啊做这个实验，五年就会有小成，小成就就是啊轻便，读书轻便来做报告。啊，两轻便是大成就，三轻便咱叫做标准的成就。啊，好，因这个学习的这个研究生来做报告，啊，开悟都无同款。古人留落来这个文理，有种啊所在超出，啊，因在当该修正，有能力修正，所以啊，就行这个路，发这个大心。我九十岁了，已经是无这能力了。我来做佛法，我是大家，我也我咧，我讲无量寿经，这是啊，我专门，我会放弃做些榜样给大家看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读书千遍，一一自见。下面也是书贴所的，先读大师的话，不得我现现前精进之相，内怀虚假。那是啊，做给别人看的，那是假，不是真的。无真实心，那是假呀。伊也是贪嗔邪慧、奸诈弊端、恶性难侵，这都是这个啊恶习气，非常坚固。这是障碍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现在大师隆重地讲出来了，咱要知影，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单调一百多年，完成亡国了后，中国的社会动乱啊，军阀割据，国败一方。民国十六年，就勉强统一，但是刷下来，中日战争，一直到解放战争才结束。解放了后，把传统文化也疏忽了，把教育疏忽了，这是咱今仔日啊处理这困难的局面所造成原因，未当唔知影。那现在要安怎恢复安定和谐？必须把老祖宗物件找回来。为什么老祖宗物件不是的思想？你认为是的思想错了？伊所代表是自性的性德，人人拢是佛，人人拢是圣人，伊是圣人啊，你嘛是圣人，伊是佛，你嘛是佛。只要你用真实心，就是的啊。但现在安怎？现在个真实心完全淡掉，什么是真实心都唔知影，无认识。
这个问题啊，严重了。啊，到今仔日无人修什么？还是像玄奘大师讲，起心动念，就算是善念，善念嘛带着怀疑啊，嘛带着名闻利养，伊有啥物做为名啊？为你无甲名利单调，伊啊心都未真，伊心是假啊。要自私自利，伊啊唔知影个整个宇宙甲家己是一体。信教基础是建立，就是建立伫这个一体。林大师讲啊真好。言干以解啊，好去自性人生万法，讲个偌明白个。全宇宙对倒位来呢？是你的心现出来，啥人的心啊？是你家己的心。啊，孔夫子那是处理今仔这个社会。伊也是会快乐无比，为什么？伊也心无同啊！啊，所以有一个显著的思想，真正有道德、有德行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无论是佛啦。啊，是如是多，伊故作环境、主场都无同，伊到伊所在感受都无同。这是大环境，小环境更加无同咯。小环境什么？伊故作所在，伊住伫个禅宗，伊住伫小镇，你这入去都无同咯。啊，咱过去的汤池做实验是短期的，都有真侪人甲我讲，入去这地区都无同，感受都无同，这是我相信的。为什么？我伫个早年清军将甲大师，大师甲我约的，因为我只有礼拜日才会当出来，其他都爱上班啦、啊，啊。有工作，无时间。礼拜日，每礼拜日，我去伊遐，入去引导的门呢，主场都无讲，讲我真舒适，真安静啊，欢喜啊。那彭东美先生引导嘛是安尼。彭老师是一个大铁学家，每年专门是咧研究大乘佛教，伫学校内底开课，开大乘佛学，为真佛学，追懂佛学，最后离开台大咯。湖南大学请伊去博士班，去回华严铁学。晚年大概25年，这段的时间拢总讲佛经。哇，迄个时阵心内都怀疑啊，但是唔敢问。大学开这课程。太难了，那温存的可以积累呢？高一老大人走了后，你对倒回来面，
我听到真好嘅报告，才知影讲，张先生爸囝两个拢嘛是伊嘅学生啊。张公啊，甲张经国拢是本先生嘅即学生，所以啊，伊开口无人敢叮当咧，伊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。啊！伫个晚年啊，我甲因拄着咯，有即个缘分会当亲近伊，接受伊个教诲。我迄个时阵才26岁，嘛是半路出家。对即个物件了解，有概念认识，家己个功力无够，言无固着。第一个猪买袂到，这真痛苦。有警告，那是去寺庙内底藏经楼去甲照咧，照阁袂使摕出来啊，伫内底抄。啊，台湾的时阵，有法无发达，已经只有两家。台中水行书局、台南庆丰书局，因的数量少啊，种类也少，都嘛是应付经参佛书，而且消费期啊，别项无人要看，所以想要印嘛未用呢，无人要买啊。我亲像现在学佛，知识分子学佛真普遍。所以啊，有大量的经论流通啊，言啊成熟咯。那、啊、现在学佛啊，内面总是杂着名利啊，要有财色，财色名利夹杂之类，这个都是显得。大师啊，讲的啊，杂毒之仙，伊毋是真仙，伊是有目的，伊是也有企图，这代志就麻烦咯。所以虚假之行，不明真实业也。啊，即句讲的是自心回向，回向啊。顶面的解释是自心，即下面讲回向，回向就是咱家家己的功德，我即个功德，愿意求什么呢？所谓的功德，拢嘛用来趋向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对其他毫无所求啊！这就对了，你决定得行。那有心有愿，往生极乐世界条件都符足了。到极乐世界品类的这个关键，就是讲伊有四土有九品，你是要去倒一站，拢是。念佛功夫的浅深，啊，虽然话是安尼先讲呢，啊，伊即内底有特别的所在，特别的所在就是阿弥陀48愿的加持，这一个加持就甲你一下提升到最高的层次了，啊，所以确实有四土39品，但实际上的财物拢总是。提到顶格菩萨最高的台目，这是啊，西方世界无的啊，这嘛是难信当中最难信的啊。你哪会这么好运，哪会啊占这么大的便宜呢？信到极乐世界都是发心菩萨台目，这个发心菩萨台目啊，是阿弥陀佛48愿。
咱这个经本第二十愿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都算是完成当基础，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嘛是阿惟愿地菩萨。好嘞，啊，一愿啦，四十八愿有一愿未当兑现，伊就未当成佛。伊现在成佛咯，换一句话讲，四十八愿愿愿拢兑现咯，无一愿是虚假。这咱来知影，啊，咱今仔日，咱嘛无求智慧，咱嘛无求福报。咱俩只求往生，只求往生，那条件爱掠条呀，真心、真观、老实念佛，你都提着咯。千万唔能甲家己找麻烦，别伫这内面求名闻利用啊，迄度害咯啊！有这款人无？有啊。在世，这种心态来学佛，资料无干地狱啊，太可怕了。这不是假啊！较早这几年，唐太宗附体，伊对地狱的，咱看到这功德，安怎对地狱？伊的政权是用武力得到，是战争得到，战争是死偌济人啊！所以有人问讲，你哪会对地界？你是好皇帝啊！好皇帝做了落地界的业，未当啊，讲伊都有孝心啊。因做地府是无孝心的人，一些偏关你太人啊，太是太侪人咯。这进行什么双方的杀业，拢爱你接受。你讲伊这边死偌济人，对方死偌济，你无这个战争，这个人性命拢嘛会滴的。这个、人死了，你拢都爱去负责任。战争啊，那为什么出来呢？伫地狱内面为什么出来？伊啊！来我家来给我感恩。那时候我在澳洲官司之后坐到了，我用一万套样本都在送来给我，我在澳洲五六个同学来在桌顶欣赏，我念法师因小妹当时在场忽然间跪下来说，我是李世民啊，我跟唐太宗附体来了，我请伊坐，伊唔敢坐，伊伫跪咧涂骹感恩，都、就是这佛祖的出现。地藏王菩萨即甲伊啊报出来，透一个信息，甲我讲这佛祖会当救中国，会当救全世界，所以我嘛真感谢伊提醒我，我当时只知影救中国。无想到讲全世界啊，所以伊甲我讲这信息，我才用心啦。要改啊，翻作白话文，要改翻作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，对全世界流通，和全世界人拢会读到这本书，咱啊建立建和同解，大家啊有同款的理论，同款的有理念。同款的智慧来给全世界带向永久和平，所以这个世纪若是真正建立了啊，我相信会出现
千年的盛世啊。那谁领导呢？中国人来领导。我看了习主席，我心内有数了。习主席来领导是这款代志的。那半年了，我搁得到一部书，搁较低哦。这嘛是我逐天梦想，我唔知有这个书，但是呢，我知影这代志啊真重要。为什么？思考对倒位读起太大了，无从落手啊！必须爱有一个，真像军事地要同款，那甲这个。英数组织这四种好物件揭露出来，咱先读这个，和咱对思考熟悉了解认识，然后再来选择家己喜欢的物件来爱用功夫。所以这主真重要，已出现了。哇，感觉这是思考专书，这两支书籍，这个都是做学问的书籍。这个都是切身的啊，这一生啊，幸福、美满、家庭和睦、社会安定、国家富强、世界太平，这都嘛是为着这个，这项物件拢重要啊。所以我今仔日想要创汉学院，培养什么？就是培养。会当甲这两部书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一生啊是讲师教学的工作，就讲这个，我需要这款的老师。但会当讲有35、50个啊，中国传统文化都会复兴啊，这是大事，不是啊小事啊，而且非常的重要。啊！我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完成伊啊，那无会灭掉。和家务人，迄就是人类的不幸，人类的道路到黑暗，那无管你看到。所以啊，咱伫这个全世界啊，任何的这个所在呢，啊，我拢嘛是拿着用好习主席。啊，用东方文化来救全世界。我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